幫曬啊！多謝。咁你有冇這個大生意有冇咩新搞作？即係譬如可能開戲啊，或者點樣？大生意就唔敢講啦，即係多謝大家今日嚟到睇我呢個生意興隆呢間小小嘅公司成立啦。咁同埋都要好多謝阿 Bob 一齊去合作啦。即係今次我哋作為合作嘅夥伴，因為點解揀阿 Bob 去合作呢件事咧？因為其實佢哋公司已經大概有10年嘅工作啦，即係裏邊有唔同嘅團隊，有 production 啊、online 嘅同事啊、marketing 嘅同事。咁我而家開咗自己嘅公司之後，只不過可能得幾個員工，咁我好需要更加多嘅資源。咁啊，譬如呢個 MV 啊，揾到佢公司嘅同事去幫手啊，咁我自己又出啲力啊。咁啊，譬如我個生意興隆嘅 logo 啊，又佢哋設計得好好啊，利是封啊。咁所以我今日係好開心嘅。咁嚟緊嘅大計就行咗第一步啦，就係今日就做咗呢個記者會，話俾大家聽我自己成立咗間公司啦，咁啊亦都派咗首新歌啦，側田寫俾我嘅《每人坐喺 sofa》啦，咁嚟緊就會去拍電視劇，咁啊 Eric 就應承咗我幫我做隻EP 啦，主題 EP， 咁啊做得好趕到嘅話咧，就希望將呢個主題嘅 EP 變成11月演唱會嘅主題啦。咁依家公司呢個 project 咁投資有幾多方面投資？投資就感情啦，反而係感情多啲啦，因為始終認識咗阿 Bob 好多年啦，咁但係成日都見口見面都 hello hello hello， 咁因為一啲朋友嘅撮合，咁亦都知道佢嘅非常製作嘅團隊，非常勁嘅製作團隊，咁所以就一拍即合啦。咁阿側田會唔會再幫你嚟緊幫你寫其他歌？歌嘅有冇咧？側田會唔會再幫我寫歌？如果呢只反應好啊，梗係會啦。所以大家記住多支持呢只歌，咁啊陸續有嚟啦。咁會唔會開電影啊？你哋？電影呢間公司暫時未有咁嘅能力住，但係亦都希望有一日會可以做得到。咁會唔會簽其他 artist？呢一個 team artist 其實我同我同事一係做咗啲嘢，佢話喂，不如我俾個目標自己，3年後不如做一個新人。咁我聽到我都好開心，佢有咁嘅宏願。咁我都幾想有呢件事，因為我都幾中意去，即係唔係照顧嘅，將我之前喺呢行咁耐嘅經驗，可能我自己做得唔好嘅就叫佢唔好做。咁可能都有幫助，做一個爸爸形式咯。咁自己冇小朋友，咪可能簽啲當自己小朋友啦。咁頭先聽阿 Sherry 講咧，都話想同你自薦下工作啊，係啊，哇 ！Sherry 話自薦工作，咪梗係好啦。因為 Sherry 首先多謝佢今日真係嚟啦。咁我揾佢拍 MV 嘅理由係因為我成日睇 IG， 咁我就好欣賞一啲女仔係日日做運動嘅，第日做運動但係又食嘅喎。咁我覺得我好欣賞佢一個好 fit 嘅女仔咯，咁所以哇，如果佢真係咁有興趣，可以傾下喎。咁今日佢今日派咗，即係宣布話會派5000蚊嗰個消費券，咁你會唔會請同事食飯啊？5000蚊就唔夠請我啲同事噶啦，頭先你見到有幾咁多人，再自己揞荷包請佢哋啦，加埋你5000蚊啦。